最近有很多小伙伴想让我挑战一天只吃棕色的食物。今天你要能挑战成功，咱家小伙伴可说了，小心心肯定到位。为了你们，安排。哇，全都是棕色的食物。早上起床，我们先来一串圆不隆咚的棕色卤鸡蛋。然后我们再来一袋棕色的咖啡味牛奶，补充一下我这弱小的身体。到了中午，我们先来袋汤姆农场蜂蜜黄油扁桃仁。这扁核桃仁的个头是真不小啊。外表焦脆，果仁酥香，而且这每一颗都有浓郁的黄油香和甜甜的蜂蜜味道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这么好吃啊，那你给我也尝一尝呗。啥你都想吃，我自己还不够呢。哼，就知道你抠门。看好了啊，汤姆农场家的17种口味我都买回来了。我就知道这蜂蜜黄油的味儿不错，你让我尝尝别的呗。那可不行，今天呢，你只能吃棕色的食物。好吧。真的是好吃的停不下来呀。然后我们再来吃一片棕色的小熊饼干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就来个棕色的巧克力威化饼干。今天真是完美的一天呢。